哦，你好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哎，今天要吃的这个呢是很丢西的。哦，今晚大出大出。小鬼时阵呢，好加一个丁，而且呢，就是你可以一次吃很多。对啊。哦，那今天丢西的食材是什么呢？那我们来做一个酱。 烧饺白笋，是嘞，咱食菜就是这个好处，就是什么咖啡顺出来时，我们可以吃很多。对，然后看看酱烧怎么。因为咱你当，没有做过这种，哎，你吃素，人家抓出来，可能最多会很常吃到搅白笋。哎，一定的，怎么吃都那几个味道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较食嘛，迄个面呢，所以讲食到有在咸。炒蛋，有些如果不吃蛋也不行。小这咖啡顺来，这种甜嘛。对。你一定要食甜的俩，但是呢，我们等下有两层的味道会出来。 蛋呢，好你夹夹咩？哎，你夹咩啊？好你夹咩啊？来，咱这个咖啡笋呢，我们就给它切大块大块哈，不用客气。滚刀块。对，滚刀块哈。哇，真的很大气耶，一根切5块。哎，而且呢，大块大块。有些人会说，哎，我切开来的，哦哦，有一点点，那没有关系，那是益菌。对，好。 再来这边呢，还有马铃薯。哎，还有马铃薯，马铃薯呢？为什么马铃薯啊？反正蛋呢哈，我们增加它的整个有点像淀粉。我没有吃过加马铃薯的。哦，好家伙！真的。哎呀，来，这我们给它大块大块，就像这样子，这可以增加香味哦，哈，也可以让它扒得更住哦。好。好，那进来呢，咖啡顺哦，咱进来用油来。 爆香，一定要它炒香哦，香菇咯，哎，是香香菇吧？啊，不会啦，不是，不是要先炒这？不然呢？我们呢，因为哦，咱的咖啡顺来这甜的嘛，是啊，那咱今麦咖啡顺摕起来，清炒它的底，哦，蛋啊，它变过金黄色，哦，好外表香，恰恰来这甜。 那层次就有点出来了嘛，对吧？这是够。哎，这个汤锅好加。我们在家里一定是先姜啊，然后再香菇啊，对吧？没想到什么，他先爆这个茭白笋。因为你别煮哈，弄咸嘛，先爆香，刷咖啡顺呢，啊倒了啊差了，然后个水黑了呀，对吧？哈。哎呀，够黑了。是不是？啊，就是加甜的啊。哦。啊，我那个汤哦，咖啡顺的汤淡的。 裂垮，甲皮化嘛，迄个芳，你想要捞出来喏啊！好，三分钟，这样我现在已经很厉害了，就是3分钟，稍等一下。咖啡师傅，因为就是不一样，只要在炒过就多了一层香味。对，哦，你现在那个玉米哦，那个叶子那个香气。对，就是这种香气。对呀对呀，因为自然那个整个蔬菜的香气啊，吃茭白笋没有吃到这个香气。对，而且呢，伊今麦安尼出来，伊咱茭白笋是咪甜的，对哦，出来刚刚有一点焦糖，那种感觉有无？对吧？啊，你平时也无想安尼白花，开始爆香了，来。 来，香菇，哎，对，香菇，哎，对，这是我们原本的顺序就对了，多了一道手续，就是把我们的茭白笋爆香。对，好，再来呢，再把我们的玉米粒，来，玉米粒，玉米粒呢，对，玉米粒呢，咱先啊，来做高汤，煨掉哦，对不对？煮完，咱搅高汤。 啊，玉米把它削下来，哦，啊，是不是特别甜？嗯，咱再来，而且那个玉米胚芽好香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再把它炒香哈。好，哇，啊，蛋呢？哦，咱要搁几下米啊？果然是不简单呢。对呀，因为刚刚我有讲说要养成的香味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这顶的香味，这叫一层吗？哎，酱油，这酱香味哈。酱香，哦，来，我们再加一点糖进来，不一样哎，咸香甜。对呀，糖呢，我们只要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太多哈。好，因为玉米很甜，茭白笋也很甜。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对，胡椒粉一点哈进来。好，
面酱哦，甜面酱炒出来香不香？什么味道啊？没有吃过嘞，没有吃过啊！但是甜面酱你经常在吃那个酱烧的时候呢，烤鸭呢，对不对？还有葱爆牛肉呢，哦对哦，对不对？加甜面酱下去是不是香？开始流口水了，香啊！
那我们现在整个把它加进来，来这么一点进来哈，一大匙进来，够了。酱爆那个酱烧啊，酱烧就是用这个甜面酱。对，我们要酱爆牛肉，我们要酱烧茭白笋。对，好，再来呢，这个很甜的高汤蛋哦 ，A B， 哇，哎，真的，对哦。好，再来我们再加高汤进来。真的好，应该没有人这样煮过，对不对？有人用过甜面酱烧那个我们的笋子吗？茭白笋吗？应该没有哈，没有。哎，新的煮法，新的煮法。啊，但是一样加给哈，一样。外咸内香甜，对，而且呢，那个整个刚进去入口的时候呢，浓香，对，加个味，加个味，哎，很甜，就出来啊，是不是两层的香味，对吧？好，那现在再来呢，我们现在直接呢就把什么呢？用马铃薯加个料勾勾芡这样。好，那现在再来，再把它烧匀一下，把它整个甜味啦、香味啦，整个融合在里面的哈。哦，来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加一点点的香油进来就好了。香油一点点就好了，来一点点，然后芝麻香，那芝麻呢，我们先撒一点进来，等一下还要再来哈。好，来，好，你的盘子准备了，准备好。哇，我先试一下马铃薯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想吸这吸的汤汁的感觉。哦，光这马铃薯就好好吃哦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的主角，茭白笋。哦，哎，这个炒过的香味浓郁好多倍。对啊，它不是只有单纯的叫甜味而已。对。对啊。然后酱烧味它并不会太重，因为里面的甜完全会很 match。不是。搭得很好。因为呢，外面的酱汁你不能太过浓厚，不能太浓。浓厚的话，你会等下整个压过那个茭白笋的香味。就是刚刚好一比那种对咸甜的味道。对对对对。要收看美食风云，我们告诉你茭白笋怎么炒，好多种哦。今天先教酱炒，赞，谢谢。